来吧。这地方原来是个停尸房，有意思吧？这谁能知道？可不是嘛，这地方年头比咱们都长，那会儿人死了还得像不像样的埋起来。又是哪位啊你？我们是 Dexter 的肖恩的朋友，他在等我们。哟 ，Dex， 我这有两个人说是来找你的。哦，那行，他让你们先等一会儿，想喝点什么点就行了。还用你说吗，猎户？就是这儿了。援兵是这辈子动过最爽的战场的心脏，守在这里不停跳动，听见了吗？你能想象吗？斯文沃里斯、老蛇，甚至还有摩根黑手，都坐过这些凳子，趴在这吧台上睡过。看来轮到我们了。